乔先生四处做生意，应该很忙吧？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澳洲，除了特别重要的事，别的事我都交给下面的助手替我办了。果然是做大事的，懂得操控全局。哎，男人嘛，虽说要以事业为重，但是也不能忽略家庭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想要尽快地找到我心仪的女孩，跟我一起过以后的生活。乔先生这么优秀，一定有很多女孩子追捧吧？追捧的女孩子多有什么用？知我心者少啊。能遇到陈小姐这样才貌双全、知书达理的女孩，才是我乔某的荣幸啊。来，陈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您看看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我从北京宾馆给您带回来的。哦，您看看想要什么您就拿去。给我的啊。哦，还有这个果脯也是我从北京专程给您带来的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太懂事了。美丽啊，这回你可真是扬眉吐气了。还有啊，阿姨给你做了你特别爱吃的红烧蹄膀，记得走的时候带上，给你们同事尝尝啊。谢谢胖姨。美丽，妈妈问你啊，工作顺不顺利啊？顺利，可顺利了。而且我还认识了一个师傅，他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空乘，什么英语啊、日语啊、法语啊，好多种语言他都会的。哎呦，年龄才比我大那么一点点，对我也挺好的。那就好啊。要我说呀，美丽啊现在当上了空姐，王小勇啊又是空少，你这回啊可真是称心如意了。女儿女婿呀、啊、都这么出息。是啊，胖姨，我一个外乡人嫁给了美丽她爸爸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她爸爸就生病过世了，我也没给她什么好条件，她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。妈，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要好好的工作，努力的给您赚钱，然后给您买大房子，再也不让您起早贪黑的卖水果了。哎呀，什么大房子小房子的，妈妈不在乎。妈妈希望你啊早日和小勇成亲，妈妈想抱一个小宝宝。妈。服务员，你好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刚才和我一起的那位先生有没有从卫生间出来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小姐，那位先生他已经离开了。离开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小姐，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买单。好的，您稍等。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款待。小姐，您一共消费了13580，请问您刷卡还是现金啊？一万多，怎么会这么贵？小姐，您千万别误会，菜钱确实没那么多钱，不过刚刚那位先生他在走的时候还拿了两盒雪茄和3支上好的法国红酒，说您最后一起结账。骗子。
刷卡。啊，好的，您稍等。魏总、李总，你们请。嗯，先出去吧。魏总，魏总，啊，哎，李总啊，你这个小助理挺漂亮啊，这以前怎么没见过？啊，刚招来。哦，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还亲自跑过来一趟。哎，郁闷呐，你嫂子非要跟我打离婚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别提了，说起来丢人。那天啊，我正好和一个女模特刚这样啊，哎，就让你嫂子给堵上了。哎，我这是什么？我是又下跪又承认错。哎，她不依不饶，非得要跟我离婚，还要分我的财产。那可是我几个亿的家产啊，能让他这么哭着闹着就给我分走一半了吗？这不，我就赶紧跑到这儿来找你了。这件事情啊，我就只能指望你了。魏总，这事其实挺为难的，要不您先给我仔细的说说。这事咱不能着急，得从长计议，您说呢？哎，没错呀，我这不特意赶过来跟你商量对策。魏总，您看我平时呢都拿您当大哥看，做弟弟的呢也就直说了。您说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创下这么大的家业，别为了不相干的女人影响了事业和家庭，不是？哎，说的是啊，我这一年四季啊，在商场上那是四处奔波，啊，这有时候难免就会说这，哎，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。哎，总之这件事情啊，我是全都托付给你了。哎，我是坚决不会跟他离婚，更不可能跟他分家产了。你呀，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。我尽力。后来呀，白雪公主就嫁给了王子。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那个恶毒的王后知道了以后啊，气得一病不起，然后就气死了。好了，白雪公主讲完了，萌萌还想听什么？阿姨，我有个小秘密要告诉你。哦，萌萌还有小秘密呢，那你说吧，阿姨听着。这是你，这是我，这是爸爸，我们幼儿园。小朋友说这个漂亮的阿姨是谁啊，我说是我妈妈，然后就再也没人笑话我没有妈妈了。喂，老公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姚帅家呢。不是你们平时上班接触的还不够吗？怎么这下了班还跑家里去了？啊，不是的，今天是这样，萌萌呢刚从学校接出来，然后他爸呢临时公司有事调到模拟舱去了，没人帮他看孩子，所以我来帮帮忙。康辉，我提醒你，萌萌不是你的亲女儿，你也不是她亲妈。李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萌萌，Zero Gravity 是飞行学校最基本的理论常识，但人往往栽跟头都是在最基本的东西上。老师跟我说通的，不通，不通才怪。当你感到飞机呈笔直的状态向上爬升，爬得很急很陡，
你就应该注意到空速表的指针正在飞速的向后倒退着。我踩着方向舵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感觉机头急速下降，速度非常快，180度转弯。你说的这些，连刚学飞行的人都会注意。那我问你，我手里是什么？铅笔。还有呢？还是铅笔。我不是让你注意这个。当时这支铅笔由于短暂的失重，已经自然地离开我的手掌，悬浮在空中。而一秒钟之后，你的头碰到了飞机的底部，空速表的指针从100掉到了50，高度表也从3500回到了3000。只有一秒钟，生和死的距离也只有一秒钟。作为一个飞行员，应该学会尊重一秒钟。知道了，机长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到这儿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来，冷敷一下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我说这孩子，你可真是温室的花草啊，敷个冰袋算什么呀？哎，小葛，我可是你亲孙子呀！现在知道苦了是吧？当初搬出去还想这门子气啊？小葛同志，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我现在还是不认输，我肯定行的。好，真是个好样子。可实际操作跟学校里学的肯定不一样，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情就灰心呢。记住了，只有那满怀信心的人，才不管到任何地方都信心满满的去追求自己的愿望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这是高尔基说的。哎呦呀，你好好记住啊！